跟我小妹出去溜达了一圈，大橙子给我俩打电话，上我们店蹭饭没蹭上，正好回来俩路过，看他这店门开着呢，进去慰问一下，吃没吃个饭？干啥呢？你怎么又来新沙发呢？啊？你不是让爸拿走一半拉吗？是吗？啊。那你怎么的？可以收二手了，家具啥的。啊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是一直有那个吗？不对吧？不是。哎姐夫，你这真凉快啊！这什么？睡觉。冻死了。你回家躺着呗。我一会儿整锅架呢，刚掐开，暖和会儿。吃的啥呀？吃你会员吃的。吃面条去了，上店没蹭着，完了我那有会员，上我那会员里蹭钱吃面条去了。你不冷啊？还行啊，今天天挺好的，外边比屋里边暖和。暖和，拉倒。姐夫，你上外头躺去，你躺那车顶吗？我觉得挺好。你说你这么可怜呢？可怜啥呀？可怜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的，可怜啥啊？要媳妇有媳妇，要孩有孩子。嗯，对呗。这个沙发是俺们店同款吗？嗯。啊，就正好缺两撇。不是，你整那么多沙发干啥呀？啊，给你店那个沙发换个大的，给那俩小的给我。干啥呀？我仓库还有个大的。仓库还有，回收旧沙发的，这个挺好的，咱们这个挺好。嗯，你发现吗？嗯，它的长度跟这两个一样，你把这个给我行，完了我把这两个沙发给你拿回来。我这睡我躺的。啊，那我也想拿电躺着去。如果有这沙发，我就把屋里面那个床租出去了。干啥？就不要那床了，有沙发就行了。我还床这边。那个床有点硌的，没有床垫。上仓库看看那个沙发。哎呀，仓库都比外边暖和，姐夫，应该上这儿拿，这儿呢，这挺好。这个也挺不错的，这不也能躺着吗？这个还硬。硬呢，这个长度就够咱俩了。你看你都没沙发高。我姐夫上这里躺着多好啊，多暖和，这空间小。嗯。人家走供暖了，他这供暖没啥用，还是十七八度。姐夫，你们报停得了。报停钱也不给我。啊，那别忘了。这回大伙明白大橙子为什么总上我们店蹭饭，上我们家待着去了吗？因为这嘎没有人气。拉倒吧，人家天天这人咔咔可多了。嗯呐。就今天人少了，让你碰碰。是吗？我怀疑你在撒谎，但是我又没有证据。我给你看监控。我不看。我发现俺们两口子副业都跟二手东西有关系。我不是卖那个二手商品吗？帮家里面往出卖，他厉害了，往回回收。整一大堆沙发，那吧，这个东西我倒是觉得挺不错的，大家认识吧？啊，这个麻将机，好像回收回来没多少间吧？嗯。你们知道他要干啥吗？打麻将。这不是天越来越冷了吗？我姥爷来我们这儿猫冬，然后我们每年到冬天的时候都会回我妈家去打麻将，但是坐那有时候打麻将摆牌确实挺累挺的。他那天就看到有这个麻将机二手的，他就给回收回来了。说到时候拿到我妈家去啊，或者是拿到我们店去，我姥我们就管这一桌打麻将还不累，挺好的，是不是挺不错、啊？我那天上咱姥家回来的时候还说呢，姥你快点来啊，我们三缺一就缺你呢。咱姥说打啥都行啊。我们跟我姥其实最爱玩就麻将，那有时候为啥玩扑克呢？不得已，摆麻将太累了，嗯，摆扑克他不累了。你看我姥，感觉他特别愿意玩，其实他有时候也可累了，坐那儿，能感觉出来、嗯。这不错啊，值得表扬。但是吧，你差不多就行了，别老收那二手的，这沙发都摆满了。啊？沙发别人给的。给的？嗯、哦，我才不信。你给你肯定你也得还得付出点啥。付出啥？别付出点油费。是吧？那你好意思吗？就拿人家的你。这咋不好意思？不要就我要的。以后管我叫一破烂，我要成为破烂之王。那你给演示一下。演示一下。嗯收费啊！我们来一把啊！啊，你这才是麻将。对，我说那顶上咋啥都没有呢？那他麻将有吗？放顶上打扑克的。哦，看见了麻将。你下去对吗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呦，可搂一把，可搂来！在线呼叫我姥，我姥天天看什么视频？他是我们家忠实的粉丝。姥，快来个打麻将！来吧，来姥啊！就等你了啊！麻将机已经备好，人员已凑齐，就差你了，三缺一。其实这小子不会打麻将，自从跟我姥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也会玩了。又学的呀？又学会的。来，我看那麻将行不行？
我姥爷不会评论的。行，好使，收起来吧。哎呀，不错啊，又出来一副。啊，一副蓝的，一副绿的。两副。真大。你买一副麻将花多少钱？忘了啊，100多吧。100多。嗯，我两副麻将应该多才花那点钱。三副麻将的钱换了300多，完了加一直要加了点钱，凳子都给我。那哪天让他爸拿那大车拉走啊？嗯，你把麻将收走。收走这地子什么啊？我刚订麻将取出来，要麻将我折了，加多了。嗯，是吗？对，这麻将拿着就轻了。研究研究，你说咱放哪儿呢？放咱们店儿，放咱妈家呢？明天收拾店去。也行，对，把店收出来哈。不行，把那床租出去。主要咱店也供暖，咱老没事白天跟咱们去大大包 啊，然后这些小麻将一磕，哎，开车咱就直接给他送回家，是吧？嗯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我姐夫上库房了。姐夫咋的？那屋太暖和了。是不是？你看上那屋躺去，把沙发搬那屋去。那边是南边，这边是北边，那边向阳。我把向阳门封上了，所以说冷。